前阵子我在胡乱，你就走回台北。我真的要走回台北啊！这是什么脸？我真的要走回台北啊！认真。谁会走路回台北？我。介绍大家一下走回台北的装备。学弟还不相信我要走回台北。然后这台电脑没了。各位，我拿到了退伍令了。后面是待了一整年的消防署训练中心。再会了，短时间不会再回来，那以后应该也没机会回来了。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，噔噔，我做了一个 T 恤，恭喜我退伍了。我们现在一路出发，走回台北。现在我要先去寄东西，因为这一次要走很长一段路，后面的包包很重，我要怎么能减轻？我决定说带三天的衣物，剩下我就把干净的衣服先寄到三天会到的便利商店。然后我再去取件，就这样一直轮替。目前为止觉得是一个好方法啊。最后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，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店员。哎，你们所长在吗？他不在吗？哦，好，那没关系。那你帮我跟他说声谢谢，因为他之前有载过我去坐车。啊，我退伍了，就要离开了。谢谢。都三分局派出所所长，他那时候让我搭便车，蛮感谢。南投人都很热情。我的第一站要去指南宫，我这边当兵当了一整年，一次都没有去过，所以我第一站出发就设定指南宫拜拜，求平安。我接下来不管事业啊健康都能顺顺利利。我去借发财金了。我不知道原来发财金这样子，宝贝六次，它最高600。你第一次就请杯就是600，再第二次就500，一直到最后一次。如果你六次都没有成功，第七次代表你不缺钱。好想甩到第七次哦！好帅！有了，中。看起来我真的不是不缺钱的人，因为第二次就中了。那我们来借800金，今天一定要来还啊！如果真的不在台湾的话，怎么以后还没关系？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我刚借完800金，一出来就看到威力彩3跟10亿耶！好，我决定我要买一张威力彩，一张就好，会中一张就会中。第一次在竹山指南宫旁边借完800金之后，就马上来买一张威力彩。那如果中了，不用拍片吗？OK， 开玩笑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民族大桥，就是民间跟竹山的联络道路。这后面就是浊水溪，全台湾最长的河流，就在我们训练旁边。要跟大家讲，我刚才经过的时候，是我在走在桥上，然后走到一半，好奇怪，我怎么觉得我头好晕，觉得以为是地震，结果不是，是因为卡车经过之后，整座桥在晃哎。他都不怕人呢。南投的鸟，走了半个小时，遇到的第一间超商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民间了，已经表情逐渐越来越母汤了，好不容易多爱一些，没有便利商店，我脚好酸。现在已经走了2.5小时了，累，笑一个吧。OMG， 走了2.5小时，终于走到了今天要住宿的南投背包之旅，蛮酷的，好像都是自动化。无人自助入住的步骤，这边有订房啊，大家可以上网搜寻。那我们要进去看。哇哦，这个很酷哎，有那个空气滤芯，总共有6层楼，有豪华客房哎。原本老板叫我住这一间，但我说预算不足，还有不同的标准客房，楼中楼，3楼到了。哎，你看它整个设计，
我其实在网络上看的时候觉得很漂亮，我是我喜欢的，整个空间感很好，很可爱，整个空间舒服。我印象没有错的话，他们好像也是宠物的友善旅店。欢迎回家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，这里是让你挂衣服的。它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台 LG 的空心滤镜，还有一个全身镜。哦，头发也太蓬，拖鞋，小冰箱，一个电视，跟一个可爱的小化妆柜，一张双人床，吊灯，沙发。他们的厕所有比我想象中来的大间，有浴缸耶 ！Oh my god， 有浴缸。让大家看看户外空间，哦，阳台看出去就是南投的特色山景，美了。今天第一天走了快三个小时的感想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真的还累。要去南投市，没有想说在南投待了一年，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想为南投拍一个暴吃系列。那也希望大家能来南投玩，我先休息一下呗。刚讲麻将桌，他这边有桌子，旁边就直接给你放麻将，蛮可爱的。如果大家有在打麻将，这空间蛮不错的。我现在带大家去二楼看一下背包客房。哦，这边背包客房，哦，这空间都好可爱，给小朋友的空间。这个的话，它是双人雅房的概念，就是没有厕所，其实也蛮不错的，整个就很典雅，不到1000块一个晚上哦 ，CP 值蛮高的。我那时候看到影片，我就觉得蛮喜欢。楼中楼的房型是从外面进去，哇哦，哎，有漂亮哎。今天是一个小小的沙发去入门，然后很典雅的装潢哦，老板有 sense 哦，不同国家，里斯本、葡萄牙、曼谷、法国，哇哦，又是一个大浴缸，上去看，它是一个旋转的楼梯上去二楼，哇哦，它就是一个四人房，欸，很舒服哎，这楼中楼房，采光也不错，整个空间设计都是蛮不错。如果大家有来南投的话，我蛮推荐南投市的背包之旅。如果你是开特斯拉，有充电站给你充电。去逛可以看新月天空。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我其实今天退伍，然后我打算走回台北，所以我没有交通工具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们有，我不没办法，一定只能走路。规则只能走路，搭新月天宫。当兵那一年有去过，也可以去逛凤梨酥。凤梨酥是什么的凤梨酥？就是维乐山丘。哎，南投是主要从这边制造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就是原产的，原产在这边卖出去的。好，没问题。维乐山丘 ，OK， 谢谢。来，稍微休息了一下，现在4点了，准备继续往南投市区走。走过去，我预计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开始怒吃一顿南投暴吃系列，我快饿死了。我刚刚走着走着绕到旁边，想到这怎么那么可爱，大家有猜到吗？这个是电影院，它是南投戏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票价多少钱。哎，这好可爱，南投戏院。今天播放有什么厅？它的票价还尴尬，没有写。我刚才问了，你看是院线片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而且一张票你们猜多少？平日只要170，假日呢？假日一张票200。如果等一下怒吃系列做完之后有时间体力的话，我们来看晚场。好赞哦，这意外加入的行程呢，而且超便宜。南投也是有电影院的，就想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我刚才我是走错路，所以我才经过那个电影院。有时候人生偶尔会走错路，或者是走一些你觉得冤枉路，但是你不要觉得那些很浪费时间，或者是走那么衰，因为有时候会有特别的惊喜，或者一些不期而遇，然后会成为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养分，在未来有一天你可能在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是很美好的回忆。啊，怎么感性起来了？我今天才走第一天就这么感性，因为我他妈觉得好累，但目前为止都觉得很好玩。它原本是一个很旧的电影院，
那只沿二轮，后来好像就是新的一代回来之后做一个改建，整个重新改建，但还是保留了一些旧的元素。既然你是南投第十个跟我讲的，好，谢谢。恭喜我退伍了，第十个跟我讲，然后我刚才抖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电影了，在南投看电影，住体验。B 厅直走右转，哇，进来就到了。它好像那个国军英雄馆的感觉哦。感谢这次住宿的老板，也是很可爱，他们做的小音响，然后厕所吗？他今天免费帮我升的有浴缸的房间，他听到我要走回台北，太好太重要了。今天可以好好泡个澡，然后让脚休息一下，明天继续再战。晚安喽，各位。